钱是哪个省的简称？钱是贵州省的简称，也可以简称为贵，因秦朝时为黔中郡，亦称黔省而简称黔。贵州省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，也是通往沿海的重要中转地区，境内有多条铁路、公路干线经过，还有一干八支的机场布局，综合交通网络四通八达。贵州民俗文化丰富多彩，其中苗族剪纸艺术是著名的民间艺术。经过长期的实践，发现剪纸可以用来代替绣面上的花纹图案，省时省力又可以准确复制刺绣图案。苗族妇女将他们的聪明才华融入到剪纸中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。贵州省风景名胜众多，有黄果树瀑布、龙宫、赤水、马岭河峡谷、小七孔等著名的旅游景区。小七孔又世界遗产中国南方的喀斯特地貌，自然景观气势恢宏、雄伟壮丽。此外还有综艺会议会址、文昌阁、茶马古道等重要的人文景观。